妈。哎，来来来来，放下手里的活啊，召开一个紧急的家庭会议。不是，我做饭呢，得做完的呗。做完了就完了。来来来来，快点快点。哎呀，姑爷，这件事情如果不解决，咱们的家庭很可能会失去一位亲戚。你要离家出走啊？不是我，是我小姨夫。啊？你小姨夫要离家出走？不是离家出走，妈，我问你啊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跟我小姨夫有关系？今天？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那是你小姨生日啊。对呀，是我小姨的生日，我敢保证，我小姨夫肯定忘了。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啊？我小姨刚才给我打了电话，我仔细聆听了她在电话那头的嚎叫啊，大概内容就是这样的啊。我小姨夫自从当上了经理以后啊，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眼里就剩下钱了。哎呀，看不得身边的人比她好，身边的人比她好一点她就羡慕嫉妒恨，全部的精力全放在这儿了，根本就不回家。再这样下去，我认为这个家庭很危险。哎，顺风，你等会儿，你刚才说的这番话，妈咋越听你像说你自个儿的呢？是我的家庭，谁说谁呀？不是我，姨夫，咱得赶紧想想办法啊！那咋整啊？啥办法、啊？这人家家的事儿，咱能咋办呢？咋办？硬办！你给他打电话，把他叫过来，我就不信我收拾不了他。妈。咱娘俩还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啊！我已经给他打了电话了，他一会儿就来。是吗？来了以后啊，你们听我的。哎哎哎，我呀，啊，行行，我去，我去，你们就配合我。好，陈顺风。哎，陈顺风，什么事？你来了？什么事？自己办不了了，想起小姨夫来了，我来给你办。我确实是办不了了啊！看见没有，上着厅来的啊，来了哈。来了。小姨夫，我问你啊，你看你这，你一天到晚你这忙什么呢？忙啥啊？啥忙？我忙啥？哎呀，把我累了。那你今天忙啥呀？今天没事。今天啥日子？重要日子。关键日子。对。哎呀，想起来了，我要账。哎呀，你要什么账啊？小姨夫，今天我请你来啊，我是想告诉你一点你们公司的一些个小道消息啊。我们公司小道消息你怎么知道啊？我怎么？我跟你们公司的赵总有业务往来。真的？哎，我天哪！赵总怎么说我？哎呀，哎呦，对你评价很高啊，是吧？哎，一块干的公司啊，虽然我们俩是上下级关系，但是平时都是哥们儿。今天我跟他谈话的时候啊，我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有一个奖金条，现在全公司都在讨论这个事儿呢，有没有我的名？第一个名字就是你。多少钱？奖金一万。姐，姐夫，哎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啥事儿啊？过来，说，你刚才跟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，奖金一万，跟他俩说，你跟我说啥？大点声！我小姨夫得了奖金一万万万万！看我干啥呀？他说的。啊！哎呀，顺风啊，那个你看清楚了，你小姨夫真得奖金一万？一万？不是，那一万是一个一，后边有四个零。对。中间有小数点没呀？停，干啥呀你们？怎么这么个心态呢？啊，见不得别人好，咱们还是亲戚呢。啊，对呀。再说我是那个中钱财的人吗？多一个零少一个零对我来说无所谓。哎呀，三千繁华，弹指刹那，百年之后一把黄沙。你这境界，哎呀，哎呀好。小姨夫，科长，你这么一说，你的境界很高啊！哎呀，干啥呢你俩？啊，那个炒土豆丝儿，做点饭。对，做啥饭啊？把土豆丝倒掉啊！待会儿咱们一块儿出去吃海鲜，我请客。吃海鲜呢？我们家太热了，有水没有？有，有水有水。倒上啊！哎，来，哎呀，别激动，慢点。小姨夫，小姨夫，那个。你们公司有个叫李兴国的吧？李兴国我知道啊，他是第二个名，他得了一万二。
我得多少？得一万二啊。他凭啥一万二？那就是一万二啊。啊，你先给我一万二。我怎么了？我是经理，他是保洁。不是，妹夫，你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。是吗？他拿一万二比你多点儿，能有什么关系呀？关系大了。啊，我是经理，他是保洁。那可能是领导认为他比你贡献大。对，你们怎么不听我的话？我是经理，他是保洁。哦，那我明白了。他拿一万二，我应该拿十二万。哎呀，不是，他是不是跟你们赵总有什么特殊关系？哎，这可能。都是男的，有什么特殊关系？哎呀，妹夫，你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啊！你听我说，那钱财都是身外之物，是吧？名利都是过眼云烟，三千繁华弹指刹那，百年过后一把黄沙。这词儿挺坏呀、啊。他说的对，对，是，我听你的。哎，你看，要不然啊，哎，对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，哎，哎，哎，小姨夫，醒醒，别冻着，哎哎，别在这儿睡呀，缓缓。你说的对啊，我不还是经理呢吗？哎，对不对啊？对，他还是保洁，是，就是。这我说吃啥？待会儿啊，那个，你们请我吃海鲜吗？吃海鲜吗？吃啥海鲜？土豆丝没到，就吃土豆丝吧。我的妈呀，海鲜和土豆丝这差别也太大了，落差。我落差更大，我是经理，他是保洁。哎呀，都知道了。来，小姨夫，喝水喝水喝水。其实啊，你们公司有比你拿的少的。怎么样？大多数比我拿的少。我叫王二愣的吗？王二愣，我知道。王二愣拿了八千。又怎么了？哎呀呀呀呀！别小姨夫又怎么了？王二愣拿多少？八千呢？八千啊！王二愣，王咱不说了，二愣，明白了吧？你明白什么了？大傻子，在我们单位，哎呀，你跟他说句话，他三天听不懂啊；他跟你说句话，你也三天听不懂，明白了吧？不是。他拿八千、啊、我应该拿八亿。小姨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没法。不是他拿八千，你不还比他多两千呢吗？我是比他多两千块钱。对呀、啊、但是我掉了两千层脸皮。哎呀，我在单位我还怎么混？哎呀，心理格局啊。对，钱财身外之物，哎，名利过眼云烟，三千繁华弹指刹那，百年之后一把黄沙。你要再撒黄沙，我就自杀！哎呀呀呀，行了行了，妹夫，你不是要请俺吃饭去吗？对呀，咱们去吃饭去吧。吃啥饭？你们俩高血压那么大，你别吃饭了。吃海鲜和高血压有关系吗？当然了。啊，你就说吃土豆丝就完了吧？这主食啊？对呀、啊，下点挂面。我的妈呀，挂面了！我也在这吃，还多一口人还。行了，也不怪我小姨夫啊，他生气。啊，我发现了，他们这个单位啊有问题。不公平吗？你算说对了啊！现在我们单位，我跟你说，有本事的人不用啊，没本事的人贼用，完了以后贼多钱，烦死了啊！你放心，你的事儿我得管，我打个电话问问他。打什么电话？怎么回？还不够丢人的呢！算了算了，几千块钱嘛，我想开了。那行，那不打了，能打还是打吧。五六的丢人了。那行、啊、你给他打啊，你说话隐晦点。行行，别说咱俩在一起。啊，不说，你出去打。行，我出去打。你快点回来啊。好。妹夫，我说你着这么大急，你真是犯不上。多得点钱，少得点钱，能怎么着？是不是？咱不还有那一万呢吗？对呀。他打完了没有？哎哎哎，刚出去，还没打成呢。你过来过来，你姐夫刚才说的对啊，你听姐的，那不就差那一万块钱吗？是不是？哎、要说这个心态呀、啊，你可能比我和你姐夫那宽敞的多。但是要论这生活经验，那姐和姐夫还是比你的差。咱俩在这放屁呢。吃着饭，这人呢？哎，哎，说好了没有？哎呦，全打听清楚了。来来来来来，说，小姨夫，咋回事啊？
这下全明白了啊！李兴国、王二愣，确实都是那些钱，凭什么？但不是奖金啊，是生活补贴。怎么了？这怎么了？听见没有啊？平衡了。这怎么生活补贴啊？啥意思？生活补贴说明他们过得没我好，是不？多点钱，多点钱怎么了？不是，他还是比你多呀，人家是一万二啊，多两万才好呢，说明他生活更不好。不但我不嫉妒，我还要拿出我这一万块钱的当中的一些钱，我给他，我补贴他，这心情不就平衡了吗？哎呀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小姨夫，你要是这个境界的话，那还有一个事儿，我告诉你吧。什么事？你们单位新调来一个经理。对呀、啊，跟你同名同姓。是的，我知道，三天前调来的，我还没见面呢。他还是没明白，也就是说，我看到的那个奖金表，第一个名跟你同名同姓。妈，都别管他，这种事让他自己行。啊，能行？哎，不是，哎呀，受不了了，打电话。这打什么电话？别打干什么电话？电话呀！哎呀，你别打电话，小姨夫。就刚才你这出，我就应该给你录下来，让你看看你什么样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刚才这一系列的事儿都是我编的故事。我整不死。哎呀！哎呦喂！小姨，我这么做主要是想让你知道什么叫舍得，什么叫舍，什么叫得。你就舍得我？在一边去！你上一边去，上一边。别！闹病！来，再坐下。来，我跟他谈谈。哎，对，你快坐，快坐。你那什么，你上一边去啊。那个，咱俩聊聊，我也采访采访你，好不好？我问问你，你幸福吗？什么玩意儿？你幸福吗？那阵儿不过去了吗？我在你这儿没过去，你就告诉我，你生活的幸不幸福？幸福啊，我每天忙忙碌碌，上下班，挺充实，挺幸福啊。家里呢？谁家？你家呗，谁家呀？家里挺好啊。你是挺好。你考没考虑过你家里另一半的感受？人家嫁给你，那就是打算风雨同舟，跟你相依相伴一辈子的，跟你挣钱多钱少没有关系。家不是旅馆，男人在外边乘风破浪，你得不时地回到家这个港湾去休养生息，加油补给。听明白了吗？今天就是你该加油补给的日子了。陈师傅，说啥？我一句没听懂。哎呀，什么玩意儿？怎么了？我爸的意思啊，说你该加油了。我车上还有两格呢。哎呀，没说你的车，是说你这艘破船。哎呀，行了。妹夫，我就实话实说吧，今天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。对，我妹子，你媳妇儿过生日，忘了吧？啊，今天几号？我看看。哎呀，今天是她的生日。对，坏了，我把二月当31天过了。哎呀，那怎么办？给她打个电话。不是，没买花的。得了，别来那套了，实婚的吧，赶紧回家接她去啊！就在我家。咱们热热闹闹的过一个生日行不行？对，我土豆丝都给他炒好了，对，菜都预备了。姐，姐夫，哎，盛峰，你们今天真的实实惠惠给我上了一课。你们要是不给我维修我这艘破船呢，今天有可能就出礁了。谢谢你们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我去接他。好，对，好。好好说啊，态度好点。你先过来，行。不是，怎么还有事儿啊？这回能好点。我奖金到底多少？一万啊！说准了。我清楚的看见了。土豆丝倒掉。今天跟我出去吃海鲜啊！又吃海鲜。都去。我先打个电话。打电话吧。喂，老婆，你等等。祝你生日快乐。行了，你别骂人。我跟你说。
我是这大半年我没有怎么照顾你，我憋个大的，待会儿啊我就给你个惊喜，我去接你啊。快去吧，快去吧，快去吧，走了走了。哎，他来了。感谢啊，说小姨夫这人挺好的。不是啊，哎呀，顺风啊，啊，妈问你个事儿，说说。那个他真得一万呐？得个鸡爪子他得。哎，妈呀，那一会儿回来，那要犯心脏病可咋整啊？爸妈，我也有这个阶段，我是过来人，实在不行，我拿一万块钱给赵总当奖金给他发过去。要是一万块钱能把小姨夫的心态买回来，这一万块钱花的多值啊！哎呀，二姑爷啊！你的心态挺正啊。那当然了，我在咱们家我就是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，其他人都是藕。哎，那我呢？你是藕片儿。你还给我改刀了你。哎呀，这爷俩。